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这一年，朱德已经50岁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向全国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9日，蒋介石为形势所迫，密邀朱德和周恩来、叶剑英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双方初步达成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几天后，朱德赶回陕北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谈到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朱德说：“我们不能速决战，而要实行持久战，主要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8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会后，他率八路军总部奔赴华北抗日前线。这片建筑物下面，当年是个大操场。1937年9月6日，八路军总部在这里举行了出师抗日誓师大会。红军要改编为这个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要么是开赴前线抗日这个自动当时讲话讲了那个誓师，我记得有誓师，这个激昂慷慨，激昂慷慨，说我记得那个当时说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收复一切失地，当时情绪很激昂，真是很激昂。全体指战员跟着朱德一字一句的高声附送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临行前，朱德给四川的亲属写了一封信，这是他10年来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们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你们可到前线上来，但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绝不易来，来时需带一些钱，我从没有过一文钱。37年，朱总理老师的儿子邓慧明就到了总部去看朱总司令了，就讲到家乡仪容啊，到时候天寒，有好多人就没有吃的，这个生活非常困难。这个朱总就感觉到他有两个母亲生他养他，可一直对他没有一点点的照顾，到心里头也很过意不去。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想着如何来接济他们一下，尽到子女的孝心吧。这样就给我爸就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朱德向川中好友戴雨玲借贷200元，以帮助家人渡过灾荒。公司信上还想了这个事儿，那虽然
我是总司令呢，可是我是身无分文，所以现在没有钱还你，建议以后还是这样，你没有钱还你，还是没有钱吧，那就请你捐助吧，就向你募捐，请你捐助吧。我们十五号到防护工上，韩城直传真，那是前面摄影呢，不知多少的都去了，自己看谁坐哪一条船，什么时间先后次序。那个马不能坐船呢，马呢就是先匹好马，前面带头，前面只有马走，其他一群都是护士呀，过去。九月十六日，八路军总部渡过黄河，踏上了烽烟四起的山西大地。与朱德同行的有任弼时、邓小平、左权。朱德率领八路军落荒而逃的国民党溃军和惶恐不安的难民，在山西侯马登上火车，沿同蒲路日夜兼程向北急进。八路军东出抗日的消息一传出，沿途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火车上那个时候都没有那个火车都没有现在什么哪个时候的专列，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火车，那个都是那个硬的座席，硬的座席上面呢有一个架子，两边坐这个火车。沿途的很多车站里面呢，晚上啊，这个都笑声人上跟你说夜夜还人呢、啊、这个究竟是有哪些站我记不清楚，反正差不多我们休息一下，看他有一个大站，这个凡是这个站上那个群众的还人呢、啊、笑声啊，这个还恐怕还中还有地下党吧，这个事情我不清楚，反正很热烈人家的还人，在车站的还人嘛，老子们就是要去见一见了，也讲的话就说哎，这个现在我们抗战嘛，这个就是感谢他们呢、啊，给我们来还人呢、啊。这个他们呢讲几句话以后，这个我们说过去这个场面我们也很少见的。这个他们就送啊什么月饼啊，那个正中秋的前后吧，我记不准日子，就送月饼送橘子，那个一筐一筐的都往我们车里面倒，差不多这个站里面都是这样。我们这个火车上这个两边的这个行架上的那个热饼啊，其实都放满了，放满了。最后我坐的地方下面就塞到这个座位底下，座位底下也塞满了。群众对八路军寄托的厚望令朱德十分感动，他决心尽快选择战机，打击日本侵略军的骄狂气焰，振奋全国人民和友军的士气。九月二十三日，朱德刚刚来到总部驻地五台山南如村，就接到阎锡山急电，日军进袭平型关阵地，形势紧急。朱德和彭德怀立即做出部署，电令正在附近的八路军115师向平型关林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根据总部命令，115师主力于24日直插敌后，在日军开往平型关战场的必经之路西侧设伏。这段资料影片记载了平型关战斗的场面，为观众所熟知，但实际上最激烈的战斗场面却是发生在离这里1公里的关沟村老爷庙一带。
9月25日的那一天，下着倾盆大雨，他们了在老爷庙打着一个伏击，盒子敌人了，有一股很顽强，跟着一个老爷庙救的人接着爬上一股来，又敲打着一个老爷庙背后的这个制高点，这个山头，我们的部队了也有挑战这个山头，死着了，这就是两家了。这就是开始的拉锯，打这个拉锯战，我们抢上去以后的话呢，把敌人打下来，是敌人了又把我们打下来，来回拉了好几，最后的还是我们占领的这个制高点，把敌人压下这个沟里头去。当年担任主攻的八路军686团团长李天佑后来回忆道，占领了老爷庙以后，我们从两面居高临下打得山沟里的敌人无处躲藏，敌人的大炮、快速骑兵全都失去了作用，有乱七八糟的步兵成群地往上爬，我军沉着以待，瞄好敌人，等他们爬得上气不接下气与我贴近时才一齐开枪，把敌人干净彻底地消灭在山沟里。平型关战斗一结束，朱德就立即赶到115师驻地，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他认为这次战斗胜利的原因就是秘密、迅速、坚决。八路军在平型关第一次同日军作战就歼敌1000多人，这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大捷。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民众的斗志，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平型关战斗结束后，朱德抓住有利时机，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将八路军各部由集中配置改变为分散配置，迅速实行大规模战略展开，在晋察冀、晋东南和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八路军挺进敌后，使敌后抗日民众有了主心骨，他们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山西新军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薄一波。在率部前往五台山的路上，薄一波第一次见到了朱总司令。在这个时候呢，朱总司令就讲说，准备啊，在五台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来啊，1月50日啊要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一个地方呢就不需要更多的人。你现在啊，在这个地方不要待了，你赶快的时候啊，建议你设法把这个到这个晋东南去，也就是到善待地区去。朱德还以下围棋为例，把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形象地告诉了薄一波。毛主席第一笔棋呢，就下到了山西，一直啊。这下到山西和下围棋一样，要做多少个眼？一个眼是4眼，啊，这撑不了气候的。要搞呢，就要搞一批根据地。这之后不久，薄一波遵照朱德的指示，率部向晋东南开进。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也到了晋东南的沁县，驻扎在南滴水村。这个时候，薄一波率领的山西新军一部也驻扎在30里外的西林村。
山西新军的大多数成员是爱国的青年学生。朱德不仅给新军派去军事干部，而且每周都从总部赶到西林村。那时候我们有10000多人，哎，就给我们办了一个训练，叫西林统战，在庆州，西林统，他给我们办这么个训练班啊，一期一期的训练，办了3批，差不多我们那儿的这一个。团营连这些政治部队、军事部队去，统统训练，统统训练。这3批啊，对我们是有很大的帮助。3批训练这个帮助之大，那我们在那个地方，在军事队都知道了，就是有真的都知道了，叫做西林政权。在这里边伟大之处啊，就是像。主政司令战的老人50多岁，战的老人啊，他每天骑马要去30里地去那儿见游击战士，所以啊，这一点对我们帮助非常大啊。这他的督导呢是在这这只是为我每天下午一次那个大黄马和那个大白马就过来，这个让我就叫过来了，就在这儿。接着呢，人家往在市场冲到大大小小都知道，然后在这一个广场上赶上了一个历史的这高阳市场，所以说大大小小都知道。薄一波后来回忆道，决死队在1939年反击日军的多次战斗中，战斗力显著提高，他已经可以独立进行营以上单位的作战，并能取得一次歼敌近100人的战果。决死队的建立为华北的敌后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这套老宅的主人阎锡山，五台县河边村这个本来不起眼的小地方曾经名噪一时。抗战初期，为了团结有守土抗战意愿的阎锡山共同抗日，朱总司令在党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党内有些人对山西新军戴阎锡山的帽子讲山西话不理解，指责新军的负责人，但朱总司令总是给薄一波等人坚决支持。朱总司令他们说，你完全是个对，我们支持你，这话吧还讲得很多了，说我们搞这么一个统一战线来啊，这是来之不易的，这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这就指我了，对我表示用了很多的方法，我们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在山西啊，不能够这样去。也正是在这一个以后呢，我这稍微多说几句话，得到了这一个总司令他们的支持，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以后啊，我就不久就建议阎锡山成立5到10个旅政委，阎锡山那时候新疆啊，就批准了我们这些问题，把这些定好。在这一个时候啊，阎锡山对我们是言听计从，对所谓最进步的事情。山西在华北敌后抗战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里同阎锡山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因此朱德在戎马孔总之际投入极大的精力做阎锡山的工作，多次与他会面，用一切办法来推动和鼓励阎锡山坚持团结抗战立场。翻开朱德在抗战时期的影集，
我们会发现，在大部分照片里都有一支钢笔伴随着他。这支钢笔是国民党著名爱国将领卫立煌赠送给他的。卫立煌本来是蒋介石的一个有名的战将，虎将都称他，但是从前是在这个内战的时候，他是打得最凶猛的。1938年2月，应卫立煌的要求，朱德介绍中共党员赵荣生、晋明夫妇前往卫立煌司令部当秘书。抗日战争以后呢，他到了前方，但是他思想上呢，好像也有，是不是也有所顾虑？好像是他跟共产党过去这一段，这我们这个朱总司令向来是，和蔼可亲，什么没有架子，跟他谈这个，谈得很好，主要就是谈怎么样坚持抗战呢？共产党怎么跟国民党再度合作？一起嘛，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走，要很好的合作，搞好我们搞好统一战线，在这种思想这个帮助下呢，卫立煌的思想也有所转变。抗战开始后，卫立煌看到华北许多中国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内心对八路军和朱德非常佩服，朱德也很赞赏卫立煌积极抗日的态度。他们多次指挥部队协同作战，彼此培养了信任。这两个有着类似经历而走过截然不同道路的中国军人之间的友谊，成为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范。太原失陷后，晋南重镇临汾成了山西的临时省会。1938年2月，日军进犯临汾，由于友军御敌不利，东路日军攻占长治，沿临屯公路长驱直入。当时朱德正率八路军总部机关向太行山开进，身边只有200名警卫通讯战士，避开敌人是很容易的事，但日军来得突然，危及临汾。临汾城内山西省的党政军民来不及撤离，军情急如火。朱德一面调动部队前来增援，一面率领2连战士赶赴安泽城外刺梅岭一带阻击日军，这是一招险棋。啊，1938年2月20号，突破了这个东阳关。2月22号，朱总司令和左权副总参谋长带上2个连又1个排到了安泽县城。23号到了现在的县城府城镇，啊，府城镇就组织战斗。组织战斗啊，它一共是2个连啊，又1个排，把1个连呢就搁到现在我们看这一个慈眉山上，阻击从东南来的这个日本鬼子。啊，这个战斗嘛，从2月24号上午8点打响，把日本鬼子召集住了。日本鬼子从这儿进不了府城，他就从那个沟里翻山啊，到了这个断头街，到了东庄，从北面，哎，来进攻的府城。这个敌人呢，进到你这个安德山那个几里路也，他就停止了。我们呢？这个地方你不得也就这个山上啊，沿着这个山啊，沿着这公路的这个一边山啊，就一边山上、啊，这个车道这边也是离这个几里路接触，这就是他在公路上，我们在山上，他就打一打，他就进一步，打一打也进一步，我们抵抗也注意后撤也注意，这个不是。
这个时候情况就十分危急了啊。作权呢就说服总司令赶快离开啊，因为日本人马上就要进入府城了啊。在这个城墙顶上呢，作权呢硬前排总司令呢翻过前面这个城墙岭这个山下去呢，到了这个梨园河，然后呢黑夜呢住到梨园村，八路军呢亮个脸继续在这阻击敌人。这是一场至今谈来还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战斗。朱德以那样少的兵力迟滞敌军一个旅团达三日之久，为临汾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的勇气和胆略征服了所有在场的人。经历了这场战斗的陆定一回忆说，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八路军出师抗战不到一年，朱德麾下的八路军就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在华北，在全国打出了赫赫威名。部队也由出师时的28000多人迅速扩充到80000多人，成为侵华日军的心腹之患。当朱德的名字随着一份份捷报在海内外为人们广为传颂时，他在太行山上接到了家乡几个亲属的来信。38年在太行啊，总司令部，我看这个外甥啊，还有四儿子，大概就是反正就晚辈吧，跟来封信。他们意思呢，就是在四川呢，找邀请几个青年，组织几个青年，准备的白白在前面打抗战啊，驻总司令嘛，是吧？我们都前往的，想之前帮他参加抗战啊。总司令就说这样的，那但是你告诉他们啊，在前往那呢，抗战是搞什么的，就是具体工作有，比如说他担架就没有人了，是晓得是吧？如果是想要是他是我在前往做官是吧？当总司令，他们来可以搞个啊，当个一官半职，那就别来，就别来。朱德不仅对老家的亲属严格要求，同时他把自己的儿子朱琦也送上了前线。后来朱琦在前线受了伤。抗战初期对八路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他完成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壮举。朱德认为抗日形势的发展与人民群众是分不开的，八路军是由人民中产生的，只有军民打成一片，我们才能在敌后立定脚跟。1939年10月，八路军总部转移至太行山武乡县的王家峪村。50多年过去了，如烟往事渐渐淡去，但是当年在这个小村子里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在谈起朱老总时，总忘不掉那一件件让他们刻骨铭心的小事。太行山区有句俗话叫有钱不住东南房，冬不暖来夏不凉，可是年事已高的朱总司令却坚持要住在东南房里。山西王家峪总部就在山西王家峪看房子，那个时候呢我们到那个地方以后啊，这个部队啊看房子，看房子以后的话呢有几家比较好点的房子的话呢，这个侦察科的科长的话呢就给他找个好点房子，好点房子的话朱老子一看不行，我不能住好房子，中房要给老百姓住，我要住偏房，住偏房。听说老百姓说那不行啊，
解放军那八路军啊，要给他们好房住。好房住，房东说也不行啊，生意说也不行，他不住，他就住这个偏房，住在偏房里头去了。解放监狱时候啊，生活比较困难，老百姓也很困难。我的邻居喂了好几十只母鸡，因为我就下决心，我说我一定会给老头买个鸡。这个老头一看，小闺女今天又来了，我就来看来了。我就看那个鸡啊，很漂亮，很好，越来越好看，你说这话有意思。他说你会有什么事情，你说吧，你说吧，小闺。我说好，我就说了，我说我这个叔子老头从来没收过肉，鸡的话买不到肉，我说卖我的鸡好不好，买什么鸡呢，抓一只，马上给我抓了一只鸡肉，我一定会悄悄的食堂在火房火锅搬着把鸡母都给我杀了，晚上六点多钟黑饭了，我就打个旁带你去了，但是一看老总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小鬼啊，我说这是鸡汤，从鸡上哪来的，不是我买的，你买的，你哪的钱，我都没有钱，你有钱吗，不对，你撒谎，我说不撒谎，我说这老头来了，老头来了，我说我老头送给我的，我说你说我们现在没有石油，没石菜，我说你买个鸡回来你吃不行吗，我叫大爷跟我讲，那朱老头一看那老头，看我哭了，老头，小鬼不要哭，就我送的，我送的，不要怕，你看我哭了没办法，老头说小鬼，好，表面就老头哭了很疼，哭了以后疼，又带回去了，带回去说完以后给崔军吃了，崔军不敢吃，老头请到火房一看，让他们一家一块。跟崔军办一人加一块肉，要多留了一块，有时候我说我不是，我说你这没事我能吃吗，我不敢吃，然后我就哭了没办法，他老头说不要哭了，好，我就没办法，以后这样的皇家有一个生活这么艰苦奋斗。1942年冬天，朱壮司令住在王家峪八路军总部的时候，为了解散抗日根据地，带领根据地军民在这一带植树20000余棵，前边这一棵大树了，就是朱壮司令亲自手树的。他栽的这个树有一个特点，就是掰开那个树枝，长短没了，呈黄五星。当地的老乡就亲切地把这个杨树了叫做是黄星杨。总司令的心血没有白费，他和他率领的将士们以革命军人特有的品质和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信任。当时只有12万人口的武乡县，就有9万多人参加了抗日群众团体，3000多人参加了八路军。正是靠着人民群众的支持，八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战胜了日军的疯狂围攻和频繁扫荡。1940年5月，按照党中央的安排，朱德离开太行返回延安，八路军已经在敌后建立起晋察冀、晋冀鲁豫等10多个根据地，拥有正规部队22万人了。离别之际，
他写下了著名的七绝《出太行》。